们赶快要来介绍第三位了。我怎么觉得，我怎么觉得我比较累啊？第三位呢，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见面的轩轩。耶，刘哥，西梅姐，你是西梅姐，我是新媒体。别开始啊。我觉得我念还行呗，我一定会雷你的啦，完蛋了，雷拉很强，感觉很好像，对啊，他的逻辑，他刚刚叙述的一些逻辑都很正确，但他万一逻辑很正确，但他手残，也许对我手残，可是等一下不是有猜歌吗？可以猜歌，猜歌，来来来，唱唱猜歌，猜歌，猜歌，挑战开始。情歌调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你的心有座灰色的城。菲菲有开伞吗？你是魔鬼中的天使。菲菲，你有开伞吗？开伞。我心碎的方式，只有我傻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魔鬼中的天使，田馥甄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加三分。接着下来，下一题。好丑。在我爱爹地有利亚。好麻烦呀！我想要什么？都被搞。哈，干嘛脏话哎？怎么搞？怎么搞下面？哦。爱到的。听到了。每个红宝贝才会我爱心。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。谁？哇，敷衍，真的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好难哦。好想给提示哦。哦，对，利亚，谁唱的？那个谁，孙胜，利亚是谁唱的？孙胜完全没有功能。利亚，跟谢和弦在一起啊？不是啦，你呀，女生唱的。魏如云。对，魏如云。嫁给你的爱。歌手错误。歌手错误。耶！不是魏如云。魏如萱呐。哦，魏如萱。哎，孙胜，你另外一眼要贴嘞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。两边都要。哦，我现在好像要去夜场。雷拉一分。好，雷拉一分，来第三首开始。可能约起来的钱我没带钱，可能来点新歌啊。每天聊天到半夜，对的人的对的时间不会过期，热恋不分季节，错比别靠过激，跟乖乖过不去，犹豫也犹豫。我真的很想把脏话帮我静音什么啦？他 rap 你的心。我又忽略你想表达的意义，想着想着，我看你看的，都乱，你是不是故意一直断线，不想听这歌了？对呀，多乱，你看我，你看他有理，很明显。这招厉害啊，多乱。台词我们你看西梅姐，西梅姐一二三四五，粘完第五层，我发现它越来越粘不上去，所以要换比较轻的了。我给。可是我觉得你长这样子也蛮合理的。合理耶，真的很合理耶。你好会粘假睫毛。你好像粘这么多层也蛮漂亮的。欧美感啊。现在到底什么？现在到他。准备唱下一首歌，没有，真的不用，可以了吧？现在可以，老师可以停了吧？第一阶段，最后一首，他不是说还有一首，对，唱完最后一首，我粘完最后一层，快，算了啦，你们一人就每一个人就把那两个柠檬吃了，好吧？你们唱一些比较热门的，因为他出了也是有难度哎、欸。想走走停停，趁着少年漂流的痕迹，来出车。站前前一刻，我心有些犹豫。如今小镇景象清缺，人大个避免。
间走失这时间，喜欢朋友聊天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远远赴汤都走他一遍。曾经走过这时间，万般流年，看着水面。歌名，要先讲歌名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放弃，我放弃歌名。我们先努力点呐。啊，好，结算了。要怎么结算呢、啊？好多哎、欸。就是啊。好，现在第一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好可怕、啊！你要你投来，啊，你投来是金鸡。老师刚刚在教，你都没在听。老师，你又来。哎、欸，你有留在眼睛上面吗？啊、你那